すごいね。見てるじゃない。めちゃくちゃすごい。对，有像，也真的是新年了。对啊，刚开始。日本人不知道有没有过农历年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日本历。嗯，是几号？哦。一年中最重要的1月1号、嗯、他们1月1号收到1月3号。哦，要去盖吗？盖在脸上的吗？盖在那本本身上。我今天感觉有活动。
Okay, there are the text version is what?